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00。或者格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00，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副总理兼商业部长访问美国洛杉矶，促销泰国大米和罐头食品。泰国邀请沙特阿拉伯投资家前来泰国采矿。泰国申请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泰国护照指数全世界排名第63。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听众朋友，接下去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副总理兼商业部长访问洛杉矶，促销泰国大米及泰国罐头食品。副总理兼商业部长普探透露，本月17-22日率团访问美国洛杉矶，成员包括了商业部常务次长基拉迪、国际贸易促进厅长普什、商业部督察长威特亚公，以加快推动美国进口泰国商品，特别是大米产品，以及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在贸易投资领域建立合作关系，在美国寻找新的进口商。在这次访问美国洛杉矶的活动包括了主持泰国企业与美国主要的大米进口商金星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该公司每年进口泰国大米商品价值达5200万美元，折合泰铢17.68亿铢。通过活动提升泰国大米在美国的知名度和刺激消费更多的泰国大米。除此之外，副总理兼商业部长还将主持泰国出口商与美国进口商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预计将会提升泰国出口的价值。待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之后，将进一步公布更多的细节，同时还将为洛杉矶9家新开业的泰国餐厅颁发泰精选标志，期间将共同见证泰国食品在 Costco 商场上架，由 CP 集团旗下的 Overhill 公司推动在该商场上架，并在全国600多个分店上架冬阴功饺子。从2024年1月开始，试销鸡肉菜单以及米饼、绿咖喱等菜单，并每3个月更换一次菜单。副总理兼商业部长普探表示，访问洛杉矶期间，还将会见美国重要的进口商、经营者、分销商和服务商，就贸易、投资和障碍问题进行交流，以增加泰国与美国企业合作的机会。去年1月到11月，泰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共626.35亿美元，增长4.6%，折合泰铢21643.9亿铢。增长4%，其中泰国出口价值449.9亿美元，增长3%，
折合泰铢15465.9亿元，增长 2.6%。 进口方面177.4亿元，增长 8.8%。 折合泰铢6178.04亿元，增长 4%。 泰国主要出口产品包括计算机及零配件、橡胶产品、传真机、电话、半导体和零配件、晶体管、二极管、变压器和零配件。泰国主要进口商品包括了原油、机械和零部件、化工产品、电路板、飞机、滑翔机、航空设备及零配件。据预测，2024年泰国对美国的出口有望增长 2% 左右。另一方面，商业部助理部长大平通于本月10至11月到印度古吉拉特邦参加第十届古吉拉特邦活力全球峰会。应该邦首席部长邀请，泰国作为伙伴国与澳洲、孟加拉、芬兰、德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荷兰、挪威、韩国、新加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越南等29个国家一同出席了该活动。泰国邀请沙特阿拉伯投资家前来泰国采矿。工业部长宾帕特拉女士本月9到11日访问沙特阿拉伯利雅达，参加2024年未来矿产论坛部长级圆桌会议。他在会议后透露，借助这次机会，他与沙特阿拉伯工业和矿产资源部长及副部长进行讨论，邀请沙特阿拉伯前来泰国投资钾矿开采业，以建立化肥产业合作。他说，沙特阿拉伯是尿素、磷肥的主要生产国及出口国，而泰国则是亚洲地区钾盐矿的主要来源国。如果双方合作，一定能打造出化肥产业的完整版图，而且沙特阿拉伯将泰国视为粮食安全和医疗用品的来源地，这将有助于两国共同创造这一领域的稳定。经过双方共同讨论，沙特阿拉伯表示准备与泰国政府扩大各领域互利合作，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或者是知识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同时对泰方邀请投资钾矿一事，沙特阿拉伯同意邀请感兴趣的私营部门参与投资，例如沙特阿拉伯马纳拉矿产公司。另外，泰国驻利雅得大使计划于2024年2月带领沙特阿拉伯商人和企业家前来泰国对感兴趣的业务进行考察，这是两国进一步发展工业贸易与投资的良好机遇。泰国矿产和基础工业厅长阿迪塔补充说，泰方提出讨论的话题包括了促进采矿业合作，以及投资钾矿及化肥等相关产业。泰国拥有丰富的钾盐矿资源，并有大量储备，目前已批准3个采矿许可证，预计未来3到4年内投产，每年钾肥总产量能够达到300万吨，在整个项目周期内可以生产大量钾盐矿多达1亿吨。至于沙特阿拉伯是尿素磷肥的主要生产国，所以两国有机会合作投资化肥生产，泰国准备好扩大与未来矿产论坛倡议的矿产行业相关技术合作，开发多区域矿产战略框架，利用现代技术创造绿色金属中心，并推动建设多区域卓越中心。泰国已准备成为上述合作的一部分。泰国申请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内阁在去年底召开的会议上批准了关于泰国申请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成员的意向书，
由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提议，并委任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和外交部共同负责申请工作，已在近期推动泰国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成员。针对此事，泰国发展研究院指出，泰国申请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泰国提供一个提高标准及国家形象的好机会，而且可以加速进行机制改革，解决长期的腐败问题，升级法律体系、法治及劳工保护，以符合国际原则。泰国发展研究院长宋吉表示，与过去相比，目前的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招收会员的资格更为开放化了。按照惯例，OECD 成员加入资格仅限于高收入富裕国家，但后来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接受更多的成员，其中也包含一些不富裕国家，例如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以及南美洲的哥伦比亚等国，也是 OECD 组织的成员国。成为 OECD 成员的好处包括了很多方面，例如将被纳入拥有学术资讯的国家集团，并参与讨论国家及经济发展问题。泰国将有机会受益，并且可以学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如进行教育改革、改革退休金制度以适应老龄化社会等。与此同时， OECD 组织也正在制定企业跨境纳税标准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该标准有助于泰国企业调整适应并遵守执行，而且能够在提高税收标准之前收到相关信息，以便企业能够更快地做出反应，做好准备。泰国护照指数排名全世界第63。全球护照权威排名机构亨利护照指数公布2024年护照排名，泰国护照为第63位，较2023年排名第64位以及2022年排名第70位有所上升。泰国护照可以免签证前往包括日本、韩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拉克和巴西在内的82个国家和地区目的地，高于2023年的79个国家和地区。这个数据还没有包括了即将2024年3月1日免签证的中国。至于亨利护照指数排名第一的有6个国家，即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和新加坡，这6个国家的护照共同获得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护照的声誉。这些国家的公民可以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前往全球227个目的地中的194个国家，特别是日本和新加坡护照连续5年排名第一位。排名第二位的是芬兰和瑞典，这2个国家的护照可以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前往全球193个目的地。至于美国护照依然排在第7位，可以在无签证的情况下前往全球188个不同的目的地。听众朋友，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您的收听。